哦，刚又叫走哎，好烦哦！黄安，抓你！哎呀！啊、我应该直接换他啦，直接换你上啊，直接给我个火焰拳，再一个碎岩术，开始抓，开始抓，开始抓，我们别浪费时间。疯狂按，抓得到，干，似乎快抓到，似乎快抓到，他说似乎快抓到了，还没，还没，反射盾还有机会，还有吗？还在跟我拼！直接丢，来试一下，不打我们不打直接丢，我们不打直接丢，我们不打你，我直接丢。欸，这次雷公不错哦。这一次的话，如果他是红血的话，我们可就抓到了。如果他是红血，我们可就抓到了。他改红血，我们可以抓到了。我们再给他一拳，我们一拳就干你娘嘛！一拳他妈就给我叫走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真的抓到，我真的觉得我是鬼。好，我们先 juke 一下，我们先用一个精灵球 juke 一下。三，呼呼呼！
诽谤我，抓到了！大家还是要抖内，谢谢抖内，谢谢抖内，谢谢吴成宇的三十块抖内。抓到你咯，太神了太神了。哎，各位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挑战我们的炎帝了？妈的，去教炎帝做人啊。来教他怎么做人啊，现在才想起我的好渣男。雷公，你兄弟来了，电你不是啊？哎，三条狗一样贱，妈，三条狗一个样子啊！没关系，你再废，你继续废。哎哎，等下他麻痹了，他麻痹了，他麻痹了。他麻痹 OK， 他麻痹了，他麻痹了，他麻痹了，他麻痹，我们就直接来啦！哎、欸，不能动了，不能动，我们就有机会来啦！一，哎呀，还有还、欸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刚转一下，刚转一下，来哦！一。你二一又是一，哎呀，这个没有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决斗了啦，他妈的！开太他的妹妹用靠背 ，sorry。我他妈快哭了，我真的要哭了。叫走，嘿，哦，海马赖人要登场了吗？眼睛流啊！
是鬼吧我？我是鬼吧我？我是鬼吧？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圆满啦，我们圆满啦，我们都可以关台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关台啦，感觉我们可以关啦，感觉我们可以关啦。采优势下面，都要天亮嘞，大家要去吃早餐了吧？要去买早餐了吧？哎，在哪里啊？不是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水军在哪个位置齁，我现在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啦。不行啦，我们到时候再开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看我如果晚一点我有精神我就开，晚一点让我去睡个觉我们再开啊，如果我没精神我们就等到隔天我们再开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水军绝对会抓，好不好？可以吧各位，我们水军绝对会抓。外面淹水还买早餐？没有啦，这边哪有淹水？骗笑也没有吧，根本没有下雨啊，唬我！啊啊！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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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各位，我们这个晚一点呢，我们再来抓水军，水军抓完抓闪电鸟，然后再来去抓极冻鸟，极冻鸟抓完再抓火焰鸟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好不好？可以啦哦，好啦，还敢偷懒？他妈的，你们的箱子那些什么都是我整理的、欸，靠腰。好啦，我上线，我上线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先这样子啊，我们先这样子啊。OK OK， 好啦，我先去跟他们玩电脑啦，啊，玩一下就好啦。OK， 好，各位，再见啦，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